根本，哦，所有的善根啊，慈，哎，就是根本。那么修习慈心呢，能生如是啊无量的善根，哦，所谓哦不净，哦诸习入习，无常思昧，四念处，七方便。嗯，哦，这个三贤加四善根，哦，五庭心观，哦，这个别相念处、总相念处，称为这个三贤，哦，自勉贪嗔痴我见的善乱，哦，那四善根呢，为鸾顶人是第一法，哦，鸾一个，顶一个，人一个，是第一法一个，哦，啊，四个叫四善根。那么三观处，哦，空观、假观、中观，哦，然后呢，它有真谛、熟谛啊、中谛，哦，十二因缘，哦，无明，哦，眼行、眼视、眼明色、眼六入、眼触、眼受，哦，眼爱、眼取、眼游、眼生、眼老死，哦，十二因缘。我们修十二因缘就成地之佛，哦，修苦集灭道啊，就成阿罗汉，哦，无我等观，哦，软华、顶华、忍华、四谛华，哦，四加行又名呢，哦，是三根，哦，见道，哎，就是断见惑八十八识，哦，痴国须陀洹，然后修道呢，断四惑八十一品。哦，二国断异界六品师父，名叫狮头寒。三国呢，断异界啊，哦，后三品名阿那含，哎，就是哦不来。哦，四国断尽色界无色界，共七十二品师父，名叫阿罗汉。哦，出国叫做见道位，二国、三国叫做修道位，四国呢叫做无邪位，哦，已经得到无生法忍，哦，已经呢无法可学，哦，无邪位，哦，然后啊是正勤，是如意，哦，这个知根，哦，五根五力啊，七菩提分，八正道，四禅，四无量心，八解脱，八圣除，哦，十一切处，哦，皆入空无相，越三解脱门，无增三昧，哦，知他心智啊，即知神通，哦，知本寂智，哦，声闻智、眼觉智、菩萨智啊、佛智，善男子，如是等法，慈为根本，哦，以是义故啊，慈是真实，非虚妄也。哦，这个词啊，就是真实，不是假的。哦，若有人问，谁是一切啊知善根本？当然啊，慈是，哎，哦，就是慈。以是义故，慈是真实，非虚妄也。善男子，能为善者啊，名慈思维；慈思维者啊，哦，即名为慈。慈即如来。哦，慈即大圣，大圣呢即慈，慈即菩提道，菩提道即如来，如来即慈，慈即大梵，大梵即慈。哎，所以佛把那个名，哦，那个名称啊，把它连贯，让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啊，哦，是相通的。那么慈则能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，父母啊即慈。慈即如来，哦，不可思议呀，啊！哦，知佛境界呀，啊，即是慈也。哦，各位这样哦，研究以后心有没有比较宽广？有没有？哎，知道的比较多了哦。哦，因为佛呢都把它呢，哦，连贯。慈则即是啊，哦，众生佛性，哦。我们以为说慈离我们很远，哦，乃是我们众生的佛性。那么如是佛性呢，哦，久为烦恼之所护蔽，故令众生呢不得睹见佛性呢即除，哦，除即如来，
哦，所以我们了解啊，哦，佛性就是慈啊，哦，啊慈就是如来。那么慈即虚空，哦，大空，哦，这个慈啊就是大空，哦，慈啊就是常，哦，常即是法，法即是生，生即是慈，慈即是如来，哦，慈即是乐，乐即是法，法即是生，生即是慈，慈即是如来。哦，有没有又不同的？哦，不同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啊，我们不了解说，说哦，原来哦，那个里面哦，佛法身啊，全部呢都是慈。哦，那么慈即是见。哦，又说到了第四啊、哦，第四个哦，慈悲喜舍。哦，那个见，见即是法，法即是生，生即是慈，慈即是如来。哦，而且有一个小花胡说生死之啊，哦，就是啊，我们要了解到里面的意思啊，哦，它都有连带。佛法慈常乐我见，佛性佛法生大圣大波涅盘，哦，善识思维融成一体。哦，再一个呢，哦，名称用法，哦，实义呀、啊，哦，深一层的加以体会，哦，对一真法界呀、啊，哦，就了然于胸，真理呀、啊、就不会远隔，哦，让我们呢更透彻，哦，善男子，慈即是我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生。生即是慈，哦，慈即是如来。善男子，哦，慈即甘露，甘露啊即慈，慈即佛性啊，佛性即法，法即是生，生即是慈，慈即是如来。哎，所以佛法身啊都连成一体啦、啊，佛法身哦啊不是分开，就在我们身上。哦，慈则即是一切啊无煞无上之道。哦，道即是慈，即是知佛是真无量的境界，无量境界啊，即是慈，当知是慈，即是如来。哦，善男子，慈若无常，无常即慈，当知是慈啊，是声闻慈。所以底下这个哦，它是比较哦，算是哦范围啊比较狭隘的啦。哦，那个哦声闻慈啊。哦，它有变化，所以无常。哦，所以啊，它是声闻。那么慈若是苦啊，哦，苦即是慈，当知是慈啊，就声闻慈。哦，声闻啊，它的慈里面啊，哦，有苦。那么慈若是不净啊，不净就是慈。哦，当知是慈啊，就是声闻慈。声闻慈啊，哦，有不净的哦那个地方所在。哦，慈若若慈无我啊，无我即慈，当知是慈啊，是声闻慈，所以声闻慈啊，哦，里面呢无我，哦，慈若呢，哦，妄想妄想即慈，当知是慈啊，哦，是声闻慈，哦，所以声闻慈里面啊有妄想，哎，所以啊，佛把那个哦高程度如来的慈啊讲完以后，哦，就讲声闻的慈。声闻的词啊，就比较哦啊这个狭隘的哦，它有无常，有苦，有不净，有无我，有妄想，哦，所以一样哦都是词啦，可是啊程度不同，这样了解吗？有看无？真空看哦，哎啊，所以啊，你讲啥拢对啦，有时候啊有道心的跟。或者说，哦，你讲的拢对，所以我因为角度很宽广啊，哦，啊，我会用真理来分析啊，哦，啊，要分析有理才行啊，你不能用霸道的啦。啊，佛讲给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他都用真理分析，哦，说如来的词啊，哦，他都没有分别的，可是你到了哦，罗汉的词啊，哎，他就有了。他就有一点分别了。善男子，
哦，此路不明，哦，谈波罗蜜，哦，非谈之词，哦，那个谈就是布施啦。当知是词啊，是声闻词一样哦，都是声闻。乃至啊，波尔波罗蜜啊，亦复如是。哦，他就省略了，他本来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哦，然后才最后般若。那中间哦，他都没收，收一个头跟收一个尾，哦，中间都包含。三难子，此若不能利益众生啊，哦，如是之持啊，是生闻持。哦，持假如说不能够利益众生的话，哦，他就施以啊生闻。持若不入啊一向哦之道，各位浅显，一向是什么？一向是什么？哦，对了，哦，大概拢就拢有个家里约心没？一向就是无相啊，哦哦，凡人所有一向啊叫做一向，啊一向叫做无相，哦，他说持若不入一向哦之道。当知是持啊，哦，是声闻持，持不能哦绝了之华，哦见如来现，哦见华悉是有相有漏有为，哦住于之地，哦得佛实力，哦是无所谓，哦皆是啊声闻持。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嘛，哦，佛实力怎么看起来有一点茫茫？因为哦，那个实力啊，有菩萨实力啊，哦，还有佛的实力，然后是无所谓，也有哦，菩萨的是无所谓，跟那佛的是无所谓，要不要再讲？要不要再讲？不用的。所以哦，或许就是要求啊，要不要再讲哦？要考量我们自己的哦，我们一定会心哦，心里面会想。我有写字的吼，迄簿仔内底，我再甲你登来看。啊，所以啊吼，就比较的哦，信心啦，靠信心。哎，啊，我们讲了以后也是很快想就过了，不见得说你会记下来。哦，不一定讲你记得掉了。哦，我好多个背出来哦，不一定你记得掉。哦，像那个。之前啊，或者说五百万有没有？哎，一百万哦，或者都把它讲出来啊，哦，不见得你会记得，一些嘛拢袂记，哦，要拿书来看，哎，才会知道。所以佛就讲，哦，说呢这个啊，注意出地呀，哎，就是那个欢喜力呀，哦。哎，那个菩萨的出离欢喜地，哦，啊，得到佛的实力呀、啊，是无所谓，哦，然后说不是这样的话呢，都是声闻的，哦，那个词。那么持若能得，哦，四沙门果，哎，就是斯陀含，哦，悉陀含，哦，阿那含、阿罗含，当知是持啊，哦，就是啊，声闻持。三难持持，哦。若有无啊，非有非无，如是之持啊，哦，非之声闻，必之佛等所能思议啊，就是已经进入哦，不可思议。三难持，持若不可思议啊，我不可思议，佛性啊不可思议，如来亦不可思议。所以啊，我们了解说我们的哦。我们的佛性啊，不可思议，可不可思议？所以或许都讲哦，你不要住相，你住相就没了。哦，按、啊、你了解领悟了就好。哦，了解说哦，
灵敏的知觉性已经呈现，安尼都好啊，唔当大，大了无用，哦，一住了就没了，哦，安尼不住的话，那个就不可思议，哦。善男子，菩萨自以大圣呢，大波涅盘，修如是此啊，哦，虽复安离啊，睡眠之中而睡眠，哦，这个就很奥妙了，哦，修呢。啊，这个词啊，虽然说哦在睡着哦，在这个安眠啊哦，这个睡眠之中，可是啊哦不睡眠，人都在困，无在困，不过实在是在困哦，这样了解吧？就是你的哦整个精神啊很清醒，可是你是在睡觉哦，这样知道吗？可以没有精力，你是在睡觉哦，可是你那里拢种清醒啊，明仔起来无清醒，当然上班啦。其实不是哦，那个是修的程度，你已经修到哦，平常啊不起心动念，它很清净。然后虽然说哦你是哦在睡觉。哦，身体在睡觉，可是你的精神啊很清醒，哦，那个就很清净的状态，哦，那个是已经修的程度了，表示说我们接近啊佛性的时间越久越密集啊，那个呈现哦越多，哦越久，那个呈现的时间越久，啊我们了解啊，那个一直进入了。哦，到后来就纯阳，纯阳啊，不用睡觉哎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这个要自己努力的，这个别人哦帮不上忙，要你自己努力。哦，你自己啊不起心动念，哦，平常保持啊哦很清净心，啊这样呢慢慢哦，啊又在。不生不灭的哈、哦、佛性本体，哦，又在你本体之中啊，哦，你就整个啊，哦，就会呈现。它、啊、越来哦，就越理想，哎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哦，不是过谁都讲，不是说死了以后才成佛啦，嘿，佛是活的，哦，我们活的时候、啊、就已经成了，就是了，哦，已经呢在凡的时候啊，就是佛。哎，一定要自己努力呀、啊，可以到达的，而且又不很困难，哦，不会很困难，只要你到达这个状态、啊，有没有脾气毛病？没有啦，有没有贪嗔痴？没有了啦，你看，哦，我们修了很久都去不掉的脾气毛病，哦，竟然都不见了，都模一样，哦，最好的，所以我们了解啊，你进入佛性。哦，你已经练到啊，哦，灵敏的知觉性到了就好了，不要住相哦，然后接着哦，哎，一样哦，万年万下一年不生哦，保持哦，让它能够久一点，啊，久一点的时候啊，哦，它一样啊会哦一直宽广跟虚空融成一体。假如说你在做万年万下哦，一念不生已经呈现了。灵敏的知觉，这个时候你开始来做耳根圆通，它更快。可是后续不鼓励我们这样做了，因为我这边比较单纯哦，都做哦万年万下念不生，就直接这样做就可以。哦，一定啊，可一样也可以到达。哦，把那个佛性整个都延伸，延伸到整个空间，整个空间都是我。哦，一样可以的。有没有信心啊？是啊，哦，或许都讲，哦，这边呢、啊、佛讲的呢，哦，都是切实啊，哦，我们都可以做到的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虽复安离啊，睡眠之中而不睡眠，哦，精进禁锢啊，哦，虽常觉悟啊，哦，亦无觉悟。虽然哦，时时刻刻都跟佛性在一起，都是觉悟，可是啊，没有亦无觉悟，想了解意思吗？
已经进入了啦，进入觉悟，进入佛性本体状态啊。啊，你说我、哦、觉悟了，你觉悟你都还哦还有出来的时候，哦还有离开你佛性的时候啦。啊，一无没有觉悟，已经在里面了，知道意思吗？以无眠故啊，哦，以睡眠中，哦，知天虽覆啊，哦，亦无知者，哦，就是虽然哦有知天来哦保护啊，可是也没有，哦，说不用人家保护啦，哦，不行恶故啊，哦，眠不恶梦，哦，不行恶呢。啊，那个啊，睡眠哦没有噩梦，哦无有不善，什么时刻都是善，哦离睡眠故啊，已经离开睡眠了，哦命中之后啊，虽生幻天，哦亦无所生，哦已经啊离开睡眠，哦然后啊，我们身体没有还给天地了，哦到幻天呢，哦大幻天去了，那亦无所生啊。哦，得自在，已经能得到自在。善男，善持夫修持者啊，哦，能得如是啊，哦，无量无边功德。哦，所以我们修持啊，就是这样。善男子，哦，是大涅槃微妙经典，亦能成就啊，如是无量无边功德。哦，这微妙的哦，大啊波涅槃。持佛如来哦，亦得成就啊！哦，如是无量无边功德哦，就是啊，从哦大涅槃加设呢哦，白佛言：菩萨所有思维哦，悉是真实；声闻哦，言解非真实者，一切众生啊，何故不以菩萨威力哦，等受快乐？若知。哦，众生时不得乐，当知菩萨所修的慈心呐、啊，未无利益。哦，这个马上啊，迦叶呢，哦，就把这个佛讲的哦，那一些啊，修持有利益啊，马上讲出来。那么佛哦，就回答善男子：菩萨之慈啊，未无利益，有知众生呢。或必受苦，或有不受。哦，若有众生呢，必受苦者啊，哦，为一忏矣。菩萨之慈啊，未无利益。哦，所以啊，佛回答说，菩萨呢，哦，那个修持啊，哦，不是没有利益。那有众生呢，哦，或必受苦啊，哦，或有不受。有的呢，哦，他一定要去受苦，他有的不用，哦，那必受苦的呢，就是啊，一忏体，一忏体哦，就是没有善根呐、啊，哦，他这个起心动念都是恶，一点点善啊都没有，叫做一忏体。那一忏体啊，菩萨修的慈啊，到不了一忏体的身上。他接收不到，因为他都是恶了，哦，起心动念都是恶，哦，我们凡尘就很少看到这一种人，但也不是没有，一样也是有，哦，就有这一种哦，那个所有一切啊，作为啊，哦，这个念头啊，都是恶，哦，无起宽难，若有受苦啊。不必定则、哦、菩萨之慈则为利益、哦、令彼众生呢、哦、悉受快乐、哦、假如说有众生、哦、那个受苦啊不必定、哦、是一定要受苦的就是他的业啊、哦、他造的业啊、哦、还没有定型菩萨的慈啊、哦、就、哦、有利益可以啊，哦，令这个众生啊，哦，受的。善男子，哦，例如有人遥见狮子、虎豹、豺狼，哦，罗刹鬼等，自然生怖。见修持者啊，自然受乐。哎，所以佛做比喻啊。
说有人哦，远远的看见呢，哦，那个狮子、老虎，哦，豹、豺，哦，还有罗刹鬼，哦，自然呢、啊、就产生呢，哦，这个恐怖。那么这个时候见到呢，那个修持者，哦，自然受了，那个恐怖啊就不见了，哦，看到那个修持的，哦，他就放心了，哦，恐怖就不见了。那么以是义故啊，菩萨修持啊，知时思维，非无利益，不是说没有利益。三男子，我说是此啊，有无量门，哦，所谓神通，哦，无量门，哦，神通。如提，哦，提婆达多啊，哦，叫这个二十四啊，一害如来。哦，是时啊，我入王舍大臣次第啊，哦，起时。所以我们啊、哦，了解啊，佛哦，本身啊，都是起时啦，没有说叫弟子们哦，起时回来给师父吃啦。这个就表现平等，哦，佛跟众生一样平等啦、啊，哦，所以我们众生也是佛。哦，一定要哦，自己呀、啊，哦，有信心。二十四呢，哦，疾患哦，不才狂醉之下，哦，改求哦，可以啉酒啦，他的嘴呀、啊，哦，意令害我几次弟子，啊，改哦，求啊，哦，都办，办哦，一求啊，可以哦，加分。弄佛啦的啦，哦啊弄个哦佛的弟子啦，这样知道吗？心力有没有够坏？哦，那么其相呢？哦，尔时他杀无量的百千众生，哦，啊个像啉酒咧酒醉啊，当然嘛。他一边他一边他，然后这个他就了死啊！哦，所以上飞个海咧，嘛无命。哦，所以啊，那个人饿的时候啊，哇！那么众生时已啊，都有血气呀、啊，哦，都流血啊，有血气。哦，是像秀一样、啊，狂醉被藏。哦，那个。啊，喝酒的相，哦，补到那个邪气呀、啊，或他的那个哦，啊，发狂的程度加倍。见我哦，一从哦，披服啊，赤色，哎，就是穿那个红色的，哦，为护学。而物呢？哦，见去啊！我弟子中为离欲者啊，哦，誓不持种，为此而难。哦，一些弟子啊，看得像安尼哦，紧走紧走，爱命紧走。只有一个而难，而难他不走，听话，有没有听力？所以你看这个修哦，加变不了人的啦。你到生命的紧要关头，哦，够没有劲了，有没有？啊，你有定力呀、啊，哦，你求而难，大家早已都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够、哦，他有定力够，哦，所以他就不用跑。而时，哦，王室大臣之中，哦，一切人民呐、啊，哦，同生。啊，同时起身啊，啼泣，哦，啼哭，好泣呀、啊！作如是言：怪哉如来，今入昧梦，如何正觉呀、啊？哦，一按呢，啊，善，啊，坏，哦，事实调达，哎，就是哦，那个提婆达多了，提婆达多叫调达，哦，心生欢喜，哦，趋檀沙门。哦，昧莫甚善，从今以往，哦，真是哦不现，快哉此气呀、啊！我愿得水，哦，讲话意呀、啊，
哦，沙丹子国以耳食啊，为语相符，互财相互啊，哦，极入此边，哦，失守失之啊，哦，即以无子，哦，吃无失子，失相见矣呀、啊。其心不畏，哦，心即失分，起身投地呀、啊，敬礼我本。哦，可以好厉害哦！我以前在村里比我这样塞呀。哦，我们什么时候啊学这个功夫？哦，五只手一伸出去啊！哦，我有这年龄啊，十定。哦，就进入啊，哦，池的上面池定，然后伸出五只手，手指头变五只狮子，那个象一看到哦，哦，失分，知道吗？知道就好了。然后啊，哦，起身投地啊，哦。就敬礼主，来家护家嘞。三太子，我一耳石啊，手五指头啊，十五食指，哦，那个手指啊，实在没有食指啊，乃是哦修持啊，三根立骨，哦，令彼条，哎，就是那个持，哦，那个三根立，哦，故次三子，我一涅盘。哦，使之花池啊，像即是那城，哦，有五百力士啊，哦，其中路啊，哦，平之洒扫，周有一石啊，哦，坐坎，哦，纵欲呀，其余呀，尽力不能。果实灵敏，哦，极其慈心，彼之力士啊，哦，携己皆我。以子母子啊，哦，及子大子，用脚的拇指啊，哦，把那个大子啊，哦，这个直至虚空，跟蛋的虚空，管理手接啊，哦，还用手去接，安住嘞，哦，右掌吹令啊，哦，睡梦，哦，跟国内两个大接的必正户啊。令彼力士啊，共高欣喜。哦，人迄一个人就好啊，咱遮济人拢无法度。哦，他只要一个人，还用脚咧。哦，就为内收啊，种种花样。哦，令其寄花，顿悟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三难子。如来耳时啊，时不以此，其此大事在虚空中，还之右掌，哦，吹炼的睡梦，哦，护合如本。三难子，当知即是啊，持的善根力，炼之力士啊，哦，见如是事。故次，哦，社会城中有婆罗门女。哦，信美博士讲，唯有一子，爱之甚重，哦，疫病啊命中，而使女人啊愁毒入心，狂乱的失陷，哦，这个肉身啊无耻，游行哦逝去，哦离哭失声，畅言直直哦如何自去呀、啊？周遍。周遍哦，诚意啊，无有比喻，而是女人呐、啊，哦，以仙佛持众德本，哦，这个女人呢，已经呐、啊，哦，这个行善呐、啊，哦，是哦，众德啊，已经呢，众了很多。三男子，我疑是你呀、啊，起慈悯心，是使女人哦，即得见我，变身直想，哦。看得有拢个伊个镜，凡得本心呐、啊，且报我身哦，如爱子华，我时提告啊，世德厄难，
不可思议呀、啊，以是以然。哦，叫阿难的衣服啊，给他穿。哦，寄予呀、啊，哦，便为种种收之怀药。哦，是你文华欢喜荣耀，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三男子，我以尔时，时为彼子，哦，彼为我，亦无报此啊，当知皆是啊，哦，慈善根利，哦，令彼女人啊，皆如是事。不知哦，婆罗奈人，哦，有忧惑于名曰摩诃，哦，十那阿斗。以过去啊无量哦仙佛众之善根，是啊优婆夷下九十路哦七劫众生呢哦奉施医药，是时众中呢有一比丘哦身因重病，哎就是遭遇，一呢就是遭遇的意思，哦良医啊诊之，哦当心呢落药。若得若者啊，病则可除；若不得若啊，哦，命将不全。时忧何以啊？闻一此言，哦，行此黄金啊，便至寺里，唱如是言：虽有漏慢，不以金满；哦，若有若者啊，当哦等以金呐、啊，几牛马，几牛金嘛、啊。哦，周遍城市啊，求不能得。是由婆夷行至其刀，割其臂肉。哦，这个其上啊，哦骨外，哦的部分。哦，切以为羹啊，哦下种种香。哦，送病比丘，比丘无疑啊，病即得茶。哦，病了就好了。是由婆夷哦。患苍苦恼不能堪忍，即发声言：南无陀佛，南无佛陀。哦，我以尔时呢，在舍卫城闻其音声，疑是女人啊，即大慈心。哦，是你行见啊，我持良药，哦，涂其苍上，哦，还和如本。我即为其啊，种种说华，哦，闻华欢喜。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三男子，我以尔时啊，时不往彼啊波罗奈城，哦，此药毒是啊忧国一餐，当知皆是呢慈善根利，哦，令彼女人啊见如是事，不次哦挑拔，哎，就是哦悉发达多，恶人啊哈贪呢不知足。哎，这个哦写错了，两个祖祖啊，哦，都无师父啊，哦，头痛目满，受当无恼，不能堪忍，花如是也。南无佛陀，南无佛陀。我时哦住在呢幽禅尼城，哦闻其音声啊，一生慈心，尔时调达。哦，行遍见我，哦，往至其手，哦，手摩陀护啊，授以贤言言谈，而令胡子啊，哦，无以平护啊，我死不往哎调达手，哎，所以这个哦调达要害佛，佛也救他了，哦，所以都没有那一种哦，哎厌分心。不知大男子，菩萨修哦慈悲喜利哦，得住其爱啊一指之地，因何是彼名曰其爱？哦，故名一指。大男子，譬如父母哦见此安隐呐、啊，心大欢喜。菩萨自是地中哦，亦复如是。世之众生呢，同以一指，见修善者啊，生大欢喜。哦，是故此地啊，哦，名曰极爱。三男子，譬如父母，哦，见此亦患，心生苦恼，哦，名之愁毒。
吃无舍离呀、啊，哦，菩萨呢，自是地中亦复如是，见之众生呢，为烦恼病之所残缺，心中愁恼忧恋啊，如此，哦，身之毛孔血皆流出，是故此地呀、啊，名为此。三男子，如人小时啊，哦，含舌吐块，分会瓦石，孤苦母之最苦之口中，父母啊见你，哦，恐为其患啊，左手左头右手挑出，菩萨就是地中的亦复如是，哦，见诸众生啊，瓦身未成，或行。哦，身口意呀、啊、不善，身口意业不善，菩萨见你呀、啊，则以自手哦，拔之令出，哦，不亦令你呀、啊、流转生死，受诸苦恼，是故此地呀、啊，哦，故名一子。三男子，譬如父母所爱之子，舍终亡，父母愁恼，哦，厌离拼命。哦，相处啊，哦，菩萨一耳，皆忏体呀，堕于地狱，亦愿以寄生地中，何以故？一忏体呀，若受苦时啊，或生一念啊，改悔之心，佛及当为啊，说种种华，令彼得生啊、哦，一念的善根，哦，是故此地呢。哦，护名一子。三男子，譬如父母，哦，唯有一子，其子随物啊，行事作恶，心常念之啊。若有哦罪疚，善言诱欲，哦，不加其恶，菩萨亦复如是。见之众生呢，若堕地狱，出生恶鬼，或人天中。造作、哦、善恶啊，其心常念之啊，痴不妄神，不行之恶啊，终不生嗔、哦、以恶加之啊，是故此地哦，故名一子。迦摄呢，白佛言：如佛、哦、所说，其言密，我今自请，因何能解？若知菩萨之一子地啊，能无事者，因何如来哦，喜为国王，行菩萨道时啊，断绝尔所婆罗门力。若得此地啊，则应护念；若不得者啊，哦，护何因缘哦，不堕地狱。若时等事啊，哦，一切众生。同以之相如罗诃罗，何故互相呢？哦，提婆达多啊，哦，说如是言：痴人无修，执人剔透，令彼闻已呀、啊，生以嗔恨，岂不善心诸佛身学？提婆达多啊，三十二已呀、啊，如来护己，当堕地狱啊，一切受罪。哦，至真如是之言，因何异义呀？哦，不相违背。是真，须菩提者，自悉空地。哦，凡欲入尘啊，求哦其一时，要先观人啊。若有一己呀、啊，生嫌己心，则止不贤。乃至啊，积极呀，犹不嫌弃。何以故？知悉菩提常作是念：我以往昔啊，哦，以福田手生恶念，由是因缘堕大地狱。哦，受人种种苦啊，佛今灵寂呀，哦，终入不实。终不应彼啊，以我其贤，堕于地狱。好、哦、受苦恼也，护作思念都有众生，嫌我地者啊，我当中路啊，端坐不起；都有众生嫌我坐者，我当中路啊，立不移处。现惑亦有，我得有够困难。
咱来甲你夜幕啊，咱你一声拢袂叮当啊，徛拢徛倒拢倒哇。背部烧痒，阴部烧痒。是悉菩提护众生故啊，吼、哦、上起是心，何况菩萨？菩萨若得一此地者，何言如来出世出言？哦，使诸众生呢起众恶心。国告迦叶，如今不应免作如来。阎摩如来为诸众生呢做烦恼因缘。哦，这个佛他不会呢为诸众生呢做这个烦恼因缘。哦，善男子，假使闻嘴啊能进海底。哦，那个蚊子啊，嘴很小，用蚊子的嘴啊，要把海水哦都吸干了。如来中部哦，为诸众生呢做烦恼因缘，现在知道意思吗？嘿哦，会帮海水啊去吸下来啊吼，把海水有法度数哦大，如来绝对袂讲哦去做众生的烦恼因缘啦，现在知道意思吗？哦，哎，往下水要甲海水输哦，那什么时阵有法度？等于讲无法度啦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五分钟啦，是说有问要问吗？哎，我都不敢留，要讲到晚还是讲哦，我讲有七一个问题要问哦。哎，好，谢谢刘副主教师哈，这边先请留下一个问题。好，我想发问啊，什么是定义呢？两年啊，为什么有的小孩会克服？如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不被死掉，还有一些法哦，出世的得受给培养，我的在他们不会生病。好，这个好、哦。这个牵涉到非常广泛的、哦、一些我们凡尘的、哦、因果道理啊，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哦，公命的他的哦，假如说是出生的那个时间啊，是比较哦，咱讲龟牛哦，龟牛当家大，他的哦命啊就比较硬，可是哦。那一个就小孩子的时期就很难养胎气啊、哦、不容易养得起来，那有一些说、哦、为什么会克户，这个就因果啦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、哦、能当家的啦都要有因果、哦、不是善、哦、就是恶，那善的、哦、就是来还债，恶的就是来讨债、啊哦、所以要当一家人、哦、各位就要了解到、哦、都不容易、啊、那我们看现象、哦、我们对待朋友都非常客气、啊、对待家人、哦、很不客气，各位想一想是这样，那都没客气的啦、哦、这样、哦、我们有什么就直接说直接骂这样、哦、对外人都白人，对外人都很好的，所以啊我们要了解、哦、那个都属于是因果部分、啊哦、那假如说、哦、这个我们跟、哦、孩子的因果、啊哦、就是有、啊、这个之前、啊哦、我们有亏欠、啊、那现在、哦、他要来讨你说好了吗？好是用那个修道的角度啦，得了无啊啦。啊，那拜就是讲现象哦，哎，真奇怪。生理的吼、哦、做不顺，头脑嘛袂好势，吼、哦、一直啊给你撩起啦，吼、哦、那个就是讨债，他来讨债。啊，我们要了解说吼、哦，那个都比较特殊一点啦，哦，比较明显啦。哦，那我们多多少少啊，一定要有一年才会当家人。所以啊，或者都讲，当你生病的时候啊，你爬不起来，什么人照顾你？家人。
所以你要对你的家人好了，他不管什么姻缘，你都把它变善缘，都是好的姻缘。好、哦，假如说以往都不好，你把它改变变好，这样的话哦，那一些不好都还清了，还清了，我们又行很多善因缘，可是我们不记在脑海，不爱特啦。哎，我爱讲哦，我今麦和你讲这，我搁爱特特干。哎，哦，你喝的喝，这样哦，就是我们修道者啊，了缘，把缘都了掉了。哦，不然说哦，没有因缘，我们就不落在凡尘啦。一定有，啊有，尤其是家人的因缘很多。哦，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好好善待哦家人，一定要好好的哦，哎、对待他们。哦，所以啊，那个哦，欠父母的哦，免惊，哦，可以欠啊，哎，跟他拄只讲的好，因为了掉了，哦，就已经不欠了，无欠嘛，无欠就好修了，哦，啊，所以我们了解到哦，命的，哦，那个是他本身，我们要了解到哦，那个本身的养育很容易的。养不起来，他养得起来的话哦，哎，他往后啊，假如说能够发挥，哦，他变得强，能够帮助很多人的、啊，哎呀、啊，所以那个就是一很好的部分，哎呀、啊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，啊，为什么哦生了以后都不能哦这个无养就会生病，哎，那个你跟他结的缘啊，很浅的、啊，跟那个生你啊。各类未使到点，各到点的哦，哎，都已经违反哦那个因果律，啊，所以哦，就哦有的就要给人抚养，哦，啊，像那个鬼一样，他哦这个母亲一生下来七天哦就过世了，你要想想看，父呢，哦，啊你生父呢，我、啊、你个父你个有法度，有法度盖多少古吧，所以啊，他就由他的哦他。哦，释迦牟尼佛妈妈的妹妹抚养，啊、哦，她本身七天就过世了，所以要了解那个都是哦因缘，哦，你长时间相处啊，有相处的因缘，哦，短时间有短时间的因缘，是一年到他的魂啊啦，哦，那缘聚则生啊，缘散就没了，哦啊，缘聚缘散，那个都很短暂，哦，要了解凡尘啊，哎，不好玩。完成了哦，烦恼很重。下个，各位讲师、各位坛子、各位前贤，大家好。谢谢三道大师的老前贤大德，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机会学讲。我们这个讲会不会太快？前贤跟后贤就讲说，拢念的都过，拢念的。